人生的在家被人吃顽贫，诸位比丘大德、尼斯大杰、沙弥、居士，大家早安。请翻开《贝兰本智》第156页，156页。佛法当中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这陶渊明，我们都知道，他字号呢叫做五柳先生。当时的人呢叫他叫净觉先生呢，是晋宋时浔阳的人。他的曾祖叫陶侃，在晋成帝的时候打平了苏晋之乱，有功，官拜这个征西的大将军，兼了都督、荆州还有襄阳的军事。那陶侃的母亲呢，叫赞氏。信佛，为人呢贤能。当初呢，他的家里啊非常的贫穷。这个母亲呢，詹氏呢，靠着这个纺织呢来维持生活。当呢陶侃，第一次出生呢做浔阳县官的时候呢，他的佣人把县里的这个鱼呀带回去奉养他老母亲，这老母亲呢就记性责罚他说呢，你做官，把官物啊拿回来供养我，不但对我没什么帮助啊，反而增加我的难过这以后呢可不能这样的。有一天呢，贤士呢换路来拜访。正当呢下着大雪人困呢，马也饥饿了。陶侃的母亲呢，就把手握的这个草席呢割开来，拿一些来饲养这个换路的马匹，自己又剪这个头发去卖了，将钱呢就供奉这个换路。宦路呢，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时常对人说呢，非慈母啊，不能生慈子，不是这样的母亲啊，不能够生像陶侃这样的小孩呀。那么，当这个陶侃呢，做广州的刺史，他每天呢，徙劳练武，天天呢，早上搬出去100块的砖头，晚上又把它搬进来，每天这样做，训练这个体力又呢储备这竹头还有木屑呢，以便于造船之用。他曾呢对人说呢，说大禹啊是圣人哦，尚且爱惜寸阴，我们呢是何等人呢？更应当要爱惜婚姻要更爱惜。有一天呢，海边呢打鱼的人看见呢，海面上呢每天晚上都放光这打鱼的人呢将这个事情就报告了陶侃，陶侃呢就派人到海边去查看，看见了有一尊的金佛像，他踏着水面呢，来到了船边呢，当下把它捞起来，捞起来一查看呢，佛像上头铸有这个字迹，才知道了是欧益王所造的文殊师利菩萨的像。这欧益王，这印度孔雀王朝
欧益王，大力的护持佛法，但是最初呢还没有信佛，非常的残酷啊。他要学这个鬼王的制度，他造这个人间地狱哦。那时候呢，文殊师利菩萨现身在火汤里头，虽然呢底下的火力十足了，但是呢火这个锅子里面的水依旧还是清凉的，而且啊从当中呢还出生了一朵青莲花哦。这时候呢欧益王看了大为感动，当下呢就把人间地狱给毁了哦，改造了八万四千佛塔，又铸造了八万四千尊的佛像。现在呢这一尊呢从海边呢捞起来的就是其中一尊呢。这个陶侃呢本来是一个儒家的子弟啊，虽然呢孔武有力啊，官拜大将军，但是呢不信佛。而现在呢看见了佛像啊，每天晚上呢放光，又从水面呢临波而来，他不但呢非常的惊奇，而且啊认为这是很祥瑞的征兆，从此啊对于佛法就十分的敬重。起初呢他把佛像啊就送往了武昌的韩熙寺，后来又想呢把它搬到荆州去哦，就派人呢搬运啊，派了十几个大力士啊，怎么搬都搬不动，又用足了人力啊，用人用车啊这样拖啊拉，拉到了船上去啊，一下子连船都沉到水里面去了哦。这个奇怪的事情，工人呢就把这个情形呢禀报了这个陶侃。这时候呢陶侃就知道了这是必有原因的，只得呢叫人依旧呢把这个菩萨像呢又送回去韩熙寺。当工人呢在打捞佛像的时候，因为沉到连船都沉下去了，打捞的时候这个菩萨像呢马上又浮起来了，只要三个人就搬动了。后来呢慧眼大师呢就将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像啊就引请到了庐山里面去了，很顺利的搬到了山上去。这时间呢到了隋朝的末年啊，隋朝的末年呢流寇猖獗，庐山的这个出家人呢都跑光了，跑光了，只有一个老和尚啊，他老人家年纪大了，就来向呢这个和尚呢告假。怎么晓得呢？这时候这个像啊就讲话了，像就说了，你年纪大了哦，你就住下来吧，你不要舍我而去啊，啊，何必舍我而去呢？这个老和尚啊，听到这个菩萨像会讲话，他就住下来。这不久呢，有个流寇呢，叫做董道冲的人，骚扰这个江州，有一些啊劫徒啊，就走到这个庐山去哦，想花这个洋财。就抓了这个老和尚向他勒索金钱哦，老和尚就说了，我没有钱给你啊哦，这一些劫徒啊用火要把他烧死，老和尚就说了，我家是死在这个地方哦，就弄脏了这个佛殿，不如我到寺外去死比较好哦，就把他拖到啊寺外去了。正要动手杀他的时候呢，老和尚又说了，说我现在啊七十多岁了哦，我平生呢、啊、也没有辜负过佛教，你就等我念念佛好吗哦。他就给他念呢、啊、他就念佛，念完之后呢就把脖子伸出来哦，要给他砍。这劫徒呢看他脖子伸出来了，就一刀啊砍下去。怎么晓得呢？用力过猛啊，这个刀没有砍中老和尚啊，却啊自己刺中了自己的心窝了。刀尖啊就从背后啊穿出来，
死了，那一群的流寇啊，就走散了，跑啊跑啊，跑到慧眼大师的这个墓前去了。那时候本来啊，天色是非常清朗的，突然之间呢，乌云密布，打雷，啊，这雷电下来就把六个流寇劈死了。江州的人知道这个情形呢，就大家赶快带一点金银啊、衣物啊，就跑到庐山里面去躲哦，躲这个流寇。从此之后呢，所有的流寇啊都不敢走上庐山去骚扰哦。但是呢，这个江州的城内城外啊，都被啊焚烧尽尽了哦，都被烧毁了。这《佛法》当中讲啊。这个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世尊呢，出生在印度，印度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哈。在高速公路上头啊，这个车子是逆向行驶哈，也是不可思议哈。哎，总之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马路上啊，什么车子都有，牛车、汽车、马车、三轮车、脚踏车哦，一起开啊，一起走。奇景太多了，这印度就是不可思议的。那佛法当中呢，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这佛菩萨的感应啊是少不了的，少不了，也不用特别求，像这个老和尚一样，他也没有什么特别求，但是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好，接着呢，我们言归正传呢，属于156页的第六行，第六行这个超文的正文呢，我们讲过了。接着呢是支持四因二，约离增破三，出教主积分。又是初二句续教本容，若句大小理教实义，今曰从本师出，或曰开会有归，故引无分隔。支持句解释呢，前面超文怎么说，二耶理正破，这是属于第二段的。耶正离，正是来破次，分成了三个段落。最初教主积分，所以呢，佛陀的教法是随着众生的根基而来分别的。本来呀是一位之语，在三朝二穆呢各得其论。又是又分成了文，又分成四个小段落。初二句，最初两句，圆乎大小二圣，理无分隔。这是呢续教本容，细数说明佛陀的言教本来是融通圆融无碍的。若记大小理教实义，说呢，假使根据啊这个大小二圣理教所诠释的道理，以及能诠释的教文，实际上是有所不同。而现在呢，就着从本师出，全是从根本呢而施舍出来的。或者呢，就着开会啊，开前显示会三归一，开会有归啊，都是归一佛圣。所以说呢，理无分隔，没有分隔罢了。对下名因机故意，是对机设要，除病为先。这是属于第二段，说明呢，因为众生的根基有利钝的缘故，因此就有所差异啦。那故下是第三段引证，
故入也出藏之下，是引证引经来证明。那又分成两个小段落，出正说小悟大，即无量已经；上下正说大悟小，即涅槃经。引证呢，这一处是证明说小教呢，而当中呢有众生呢悟大乘的道理，也就是无量易经。那在无量易经当中呢，这么说，说善男子初说、中说、经说，文辞是一而义别义。初说就是入野院，讲欧含。中说就是讲方等跟般若，经说就最后面呢，法华涅槃的时候，文辞是一呢，而义理啊是个别有所不同。意义故众生解义啊，解义故得到意义。所以呢，义理不同的缘故，众生的理解就有所差异。理解差异的缘故，所证得的道果也有所差异啊。善男子，初说四谛，为求声闻人而八义诸天来下听法，发菩提心。善男子说这一处呢，先说这四谛法门呢，为了求声闻乘的人而来讲的。然而呢，有八义诸天呢，从天下来听法，听了之后却发起了大菩提心。八亿诸天在抄里面说八万，亿啊，在印度有四个数目，十万为亿，百万为亿，千万为亿呢，万万为亿。我们现在用的是万万，一万乘一万的亿，最小的就是十万为亿。所以啊，在抄文当中讲八万诸天，那接着呢，双下正说大悟小及涅槃经。这个说大悟小，这个先说大乘呢的经典呢，且悟小乘的道理，就涅槃经。那以下准经显义，以之下，说以此推之，悟解在心，不为教之也。是准经来显示他的意思。此为如来一因缘法，众生随类得解。然此但忘圆教是一，自以佛意，不无迷惑。故是随类得义也。这个呢，就是说明如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然而呢，这个地方只是呢对望着言教是一，是一因，而至于呢佛的心意啊，不是没有密护。密护众生的根基，所以啊，使得随着众生之类啊不同，得意有所不同，就是天台当中呢，化仪四教里面的所谓的秘密教跟不定教。此名呢，不以所学即攀大小，但达其大者，一切归大。何妨学历？智之小者，所谓皆小，徒自穷尽，故也在心不为教也。这是呢说明，不以所学习的，就判属他是大乘或者小乘的。那只要能够呢通达这个大乘的一实相。所谓的大乘的一实相啊，天台里面所讲一色一相无回中道，
那所有的法一色一香啊，六尘当中几处呢，色尘跟香尘来说，都是中道呢。那六尘啊，所有的境界啊，开出来所有的境界啊，没有哪一个不是中道的。所以啊，一切归大，所有的都归于大乘呢。那这样呢，何妨学历呢？持戒是清净心呢、啊、的表现啊。法身之体啊，也是一色一想无回中道，每一条界也无回中道啊，也无回中道，都是讲我们的心呢、啊，那自知小者，所谓皆小，徒之穷尽。要志气啊小的啊，见解浅短呐、啊，小心小量。那所作所为啊，都是小乘的，就突然自己啊，穷言大乘的经典，还是小乘的啊，心量小，所有的归于小。所以说呢，在心，这误解是在心呢、啊，不为这个教法的宗旨啊，教法是大乘，是小乘，不是在心，啊，在心。这无量义经呢，无量义经在华华经呢序品当中说呢，说二十四乘四种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为诸菩萨说大乘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华经的细品，因为华经呢跟无量义经呢是连接起来的啊，要说法华的前方便呢、啊，讲无量义经，讲无量义经，所以这个地方讲说，在那个时候，世尊有四种围绕啊，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呢，而为诸多的菩萨来先说大乘经，叫做无量义。这是呢教菩萨之法啊，佛陀所护念的。佛陀呢先说无量义经之后呢，就结迦胡咒啊，入于无量义处三昧，就入了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然后呢接着放光，现出了瑞相。初定之后呢，再先说妙法莲华经。这个先前呢，而解说无量义经啊，这个叫做一心十相，出生万行。一心的十相，出生的啊，这个万行。这个吉藏大师的《华华义疏》当中说呢，说无量义经呢。说明一切众生呢，失去了一心的一道清净，就一心清净呢，所以成为种种的道。所以说呢，从一心的实相出生万行，就显示出呢，法华之前呢，由实而施舍全方便，从一乘当中呢，而开出了三乘的教化。应机的，所以入无量义处三昧啊，那就说明从万恨呢，又还归到一心的实相，又收归回来呢，就显示呢，这《法华经》。开前显示会三归一，初定之后就开始先说《法华经》了。《法华三部经》呢，就是《无量义经》啊，《法华经》还有《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啊，这《法华三部经》。所以啊，这个教义啊是非常的微妙。我们呢，作为佛弟子啊，我们的福报非常的好啊、哦。
祖师大德啊，为我们贯穿了这个佛陀所要先说的义理，哦，那能够呢来研读的话，真是呢大福报、大智慧的境界，哦，这是非常好的。所以要多学习的教化，哦，不要一天到晚搞那一些不务正业的，又不是佛教的。鬼神类的，又是附体，又是通灵的，这一些都是护佛的外道啊，都是护佛外道。佛弟子不学习佛陀的法，这个不好啊。再来，世超序言，故世尊处世深达悟机，凡所思维必以威仪为主。但以身口手花事在戒法，三毒薄心要有心识，今先以戒者，次以定福，后以慧杀，理次难乎？今有不孝之人，不知己身为利，妄自安托，淫食大乘，轻弄真经，自重我教，即以圣曼经说毗尼者，即以大圣学自论言八十部者，即斯波罗蜜，如此经论不入其耳，岂不为宾？恒思潮呢接着又说，故世尊处世深达悟机，说呢世尊佛陀呢处在世间，而世尊呢是世界呢在我们人间成佛，跟我们人呢一般的凡夫是在一起的，然而呢能够深深的了达众生的根基利钝大小，佛陀呢是一切智人呢，一切智人，凡所思维必以威仪为主。这个一切的教化众生呢，凡所思维，凡是呢所思维造作的，必定以威仪这个戒律为主，主就有尊贵。但你身口所发事在戒法，底下就说明呢，戒定为三学的次第。但你身口所发，但因身口所发动的事在戒法，哦，这个身口的造作啊，这些事项啊，就是以戒邪所防约的来约束它。三毒就是意业啊。意业的三毒啊，薄心啊，忽然之间升起啊，要有心识，是内心的这个识，就是结识烦恼。今先以戒者，次以定福，后以慧杀，理次然乎？那身口是比较粗重的。这个意业啊是比较细的，所以啊，我们呢在反生死流当中，第一个就是要断身口，身口的造作。所以啊，现在啊，我们呢学习佛法要先以戒作，先以戒周至的烦恼解，这什么意思？什么叫戒？戒周。就是说呢，你一天到晚呢，一天到晚跟着盗劫在一起，你也不晓得他是盗劫。这个淫盗杀妄是贪嗔痴的形象所现出来的。没有邪佛的人，天天跟烦恼、跟盗劫在一起，在他的内心当中出出入入的，但是
他都不认识啊，哦，大家都是一样，哦，他也不感觉有什么不对。那个乃至于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啊，自己会用很合理的话来宣说来讲的啊。但是呢，我们学了学佛，受了戒之后，哦，世尊告诉我们不可以引导杀妄，好，哦，你才认出了哦，原来呀，啊，以前呢，啊，那一些都是贼啦，都是贼，一天到晚啊抢你的功德法财，哦，叫你去啊造恶业，啊，将来下地狱的，那一些都是贼。你学佛了之后，你才认得出啊，这一些都是贼。所以啊，你受持这个戒法，不杀盗淫妄，就对住了贪嗔痴的烦恼结。好，就好像呢，这个周住的结一样的。所以说，以戒来周结，以戒来周结。哦，以前呢，啊，以前就天天跟盗奸在一起啊，也不晓得他是贼。次以定火。其次呢，以禅定来细火，就是烦恼嘛，贪嗔痴烦恼。第一个用戒来鉴别出他就是戒，周住了，啊，接着呢还要用禅定细有那个烦恼，让它不动，啊，心呢安住在所缘，安住一个所缘善的所缘，相续而不动，这个就用禅定啊细有烦恼解，妄念不动了。或以会上，在假借修观呢，一切法因缘生呢，自性不可得，没有我，没有我所，嗯，破除那个烦恼结，用智慧啊，波罗波罗蜜啊来杀结，理次然后道理，三邪的次第啊，应该啊就是如此啦，哦，如此。那你要没有好好持戒，你戒呀，啊，是什么形象？你可能也不知道啊，哦。不要讲要绑戒、要杀戒，戒都不知道啊，哦，都还没有周住啊。嗯，今有不孝之人，现在有不孝，这个孝就是相似啊，相似的似，就不如人的人。讲不如人的人，啊，那不知己位己身位地啊，不了知自己本身的位地，哦，你的地位啊，就是薄地凡夫，哦，而且啊，希望的自己安头，安然呢，啊，依头说我是大乘之人，哦，轻弄真经啊，自重我教，轻视啊，调弄。真经就真正能够解脱生死的经典，哦，指这个律教。那自重我教，自己尊重呢我教，就忘情执着啊，啊，我知我见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他是大乘的人吗？啊，哦，希望分别呀，啊，这个呢就如同《十轮经》当中所讲的。就譬如有驴，这个驴子啊披着狮子皮，他自己就认为我是狮子，哦，我是大摇大摆的，有人呢遥远的看见了，哎，真的是狮子呢。但是呢，等到他叫的时候，哎呀，原来是驴呀，啊，怎么是狮子？哦，假的啊，真不了，哦，所以啊。自己啊，在大乘的教法当中呢，不曾修学，不能够误解大乘实相的妙理呀，啊。在大众当中呢，自己说我是大乘之人，也是这样的，嗯，像这个驴啊，披着狮子皮一样的。即《圣曼经》说，啊，《圣曼经》当中所讲的，说毗尼者即大乘学。声闻的毗尼啊，也就是大乘所学的大乘的律学。制度论当中呢，说到八十部者即四波罗蜜，
这是呢《大智度论》第68卷呢，是摩示品啊，摩示品当中呢第46啊里头所讲的80部者，这声闻的八十部就80颂律。这优婆离尊者在呀、佛陀灭度之后，第一次在毗婆罗库七叶库啊里头结下安基啊，一下当中有80番的颂出，所以叫80部，哦，声咒啊八十次啊，那么每一次声咒呢，那颂出了佛陀所讲的这个戒法啊，活在世啊，他亲自听闻佛所讲的，他送出来一段呢结集，哦，先把它结集起来，那80次的声咒呢，就有80番送出，叫80颂律，就是根本的上座部的律。这80颂律呢，也就是大乘的斯波罗蜜。如此经论不入其耳，岂不违背？说如此的经论文义啊，非常的显明。不入其耳，说听到而不能相信呢，啊，就等于没听到一样啊。这难道不是太悲哀了吗？哦，还在当中呢，希望分别挑三拣四啊，哦，都是佛陀所讲的。那底下呢，知持是引二三邪次第为二，初推介公二先续火偏红，思维者通于一起化物轨度，威仪极目戒邪，主有尊也。知持记呢解释了超文这一段，说呢，这是第二三邪的次第，为二文呢分成两段，最初推求戒功，这戒法的功用，又分成两个小段落。首先细佛偏弘，细说佛陀偏弘戒法，日常生活就是戒，日常生活就是戒法。金刚经我们要诵读金刚经，前面呢一样的，日常生活托钵起身回来呀，洗脚啊，用完斋啊，洗洗脚，然后呢呼坐而坐，接着开始先讲金刚经，就定慧的功德，所以日常生活就是戒啊，就是戒。思维者，思维的意思通于一起化物轨度，随所思维，凡所思维，就笼统呢，说明一起佛陀一起教化众生的规则法度。威仪极目戒邪，这个威仪一切呢，必以威仪为主啊。这个威仪也就是称这个戒邪，主呢有尊的意思啊，以戒律为尊。但下次出所以出名对病，生可及业，心死是祸，不处也。但之下，但于生可所花之下，是其次一个段落。出其所以然，它的原因啊，又分成两个小段落。出最初名对病，那么说明呢，相对啊毛病啊，而来施舍的，生口啊及业者造业啊出众，心死是祸，那内心的烦恼，就是前面是造业，心死就是起祸，这个处，薄就是处也，就是忽然，今下命次字。说今先以戒咒等等之下呢，是说明呢次第的对治，先戒邪基础事成为主耳，显示呢戒邪基在最初，
先以戒走，来解释成就呢为主为尊的意义罢了。觉得佛陀教化众生的规则啊，是以戒为主，以戒为尊。今有下二次狂妄，三出续所记，为地为不地还乎？安陀为无一位，轻真经者回立教也，重我教者当舍息也。今有下说，今有不孝之人之下，是第二段次狂妄。呵斥欺狂希望的，有分成三个小段落。这一处续所记，续是说明呢，所记就执着的啊，希望的执着。这个为地啊，为薄地欢呼啊，意思是说呢，这个薄地的欢呼，安陀呢为无一位。安然的依托，也就是说呢，没有怀疑部位啊，对自己的身位有所怀疑，他没有啊。轻真经者，轻则轻弄真经的意思啊，就是毁律教也，毁治啊这个律教的情形。重我教者，自重我教呢的意思啊，是党所习也，是朋党所习的。都是这一些。极下则极胜曼经之下是第二，执具教反执，根基圣教而反过来质问。恶闻并曰开会之意啊，有本小教归一佛乘，故两皆迎极。八十呢，极目断数呢，不及止根本一部。声闻但于斯罗，菩萨则假波罗蜜及六度之一。二文，这两部的经论之文呢，并曰开会之意，都是就着开前显时会三归一的意义。所以《胜曼经》呢，先祖老人家非常的重视的哦，说你《大乘经》呢不能背，但《胜曼经》一卷啊，是应该要去背啊。那可见这个《胜曼经》呢，在当时的分量，教记的分量很重的啊，很重。如来藏的思想啊，一佛乘的道理。那有本小教归一佛乘，有原本小教而同归啊一佛乘，所以啊两段的文都是说即即就是当下就是，当下就是，啊，这八十呢即目断数，这八十就称，断数就一环一环的啊，一环呢。这个先读出来之后就把它集结起来，有一段啊，十诵律啊，五分四分都是这样的意思的啊。那么不即指根本一部，上座部啊，所以上座部声闻呢，但云斯罗就是戒，菩萨则加呢波罗蜜，也就是六度之一，就是戒度。如下伤其余案，教虽闲了，闻而不信呢，故言不入耳。如之下，是如此经论之下呢，是第三伤其余案，就感伤他呢愚痴啊暗钝啊。说教法啊，虽然呢非常的闲了显明啊清楚啊。听闻呢，内心呢不相信，啊，心里都不相信，闻而不信呢，一句也没有染神呐，所以说不入其耳，啊。
接着呢，我们再看这底下一段。四朝又云，故百亿经云，习有一时续二弟子，各当一角，随时按摩。其大弟子嫌比小者，便打折其所当之角；比又嫌之，又折大者所当之角。譬今方等学者，非以小乘；小乘学者，又非方等。故使大乘法典恶徒兼亡，以此证之。今至目睹。恒时朝呢，又说呢，故百亿经，百亿经当中说到，说呢，习有一师，习有弟子。过去呢，有一位师长，他蓄养了两位弟子，哦，那各当一角，随时按摩。这两个弟子也非常的孝顺，哦，平常个别啊护着一角，哎，师傅的一个脚，一个左脚，一个右脚呢，随时按摩，哦，这很孝顺啊，随时按摩啊，疲劳了就按摩。但是呢，这大弟子跟小的哈不合啊，其大弟子啊嫌比小者，嫌了这个小的，老是讲那个怪里怪气的话啊，被人打折其手当之脚，也不给你啊修福的啦啊，你就不用修了，打折了小的手当之脚。比又嫌之，小的也嫌恨这个大弟子啊，又责打啊这个大弟子所当之脚，打来打去啊，受害的就是师长了，两个脚就残废了啊，不能走路了。这个呢，譬今呢，方等学者，非以小乘啊。譬如现在啊，学大乘的人，就排斥这个小乘法，小乘的学者又非这个方等，大乘非佛说，哦，所以啊，使得呢大圣的法典，伟大的圣人佛陀的法典啊，法宝经典啊，这大小恶徒啊，都亡灭了，啊，都灭亡了，以此证之，啊，今至目睹。所以以《百亿经》当中所说明的来证明了之呢，我们现在的时候自己也亲眼看到了啊。先祖说，在当时啊就有这个情况喽，唐朝的时候喽，哦，就有这个情况了。所以以至我们现在过了1000多年呢，哦，而现在这种情形也是有啊，啊，也是有。是吧，也不足奇怪了，嗯。接着底下支持是云，支持记解释说呢，三香非密法，初引经师欲如来，弟子欲学者，教欲两顺，按摩欲行救，其下欲学大回小，彼下欲学小回大。此时去解释呢，这个超文说呢，这是第三段呢，相辉灭法，就大小圣人呢，互相的排斥呢，而损灭了佛陀的正法。这一处呢，引经，引这个经文，文呢分成三个段落，这一处是讲譬喻，哦，这个师长就譬喻啊，这个佛陀如来，弟子就譬喻啊，大小的学者，哦，脚就譬喻啊，大小两圣，按摩就譬喻哦，每天嘛，随时去按摩，就随时去寻求研究这个道理，哦，那其大弟子之下呢，是譬喻啊，学大乘人呢，是呢，呵毁这个小乘，哈，哦。比下呢，比又贤之之下，譬喻啊，些小乘的人呢，又来啊，毁谤这个大乘的。譬下，譬经之下是第二法合，用法来合，合上头的譬喻，在文当中呢，道理是可以理解的，方等及大圣之通明啊，
方等叫大乘经的通名。那以下以此之下是第三呢显验，显明啊这个应验。佛陀啊在经典里面这么说，就告诉我们呢、啊，后来有这个情况啊，这是不好的情形啊。我们学习佛法当中呢，贵于能够善于检择自己需要的啊，就好像一个人身体有病呢，看缺少什么营养素，你就补充什么营养素哦。你不要批评啊，维他命 C 好啊，维他命 D 不好哦。这个你缺少什么就摄取什么，都是药啊，都是药的。那世朝有云：“恐或无子出血，未必城门，故取引章，有恐通染悲乎？”说呢，恐后无知出血啊，这恐怕后来没有政治政见出血的人，哦，因为看到这个现象，大家诽谤来诽谤去啊，哈、哦，违比城门呐、啊嗯。那违比城门，这个比或者指前面的烂大乘的人，邪知邪见呢、啊，所尘就是染污，说染污啊，所蒙蔽的。故其引章，所以啊，唯取的引经论来彰显，有恐同染。虽然这样引出来说啦，有人恐怕还是相同于被染污了。就过去生当中呢，还是啊，阿赖耶识里面有邪知邪见的种子啊，一言触动啊，你跟他讲，也一时之间转不过来的，转不过来啊，所以。有人恐怕还是相同染污啦，悲乎，可令人悲叹啦、接着底下，知此是隐三四意节浅中初是广赤之意，彼及烂大不孝之者，城门为邪言恶见啊，坏信上道，犹如尘垢会于进入故也。此时记解释说呢，这是属于第三、哦、这个第三呢是怎么来呢、哦、前面呢我们最初开头讲的是第二段呢、啊、耶理正破、哦、那个前一页的第六行此时记解释、哦、那第二是耶理正破，后面这几个段落就是从耶理正破开出的三段、哦，圆乎大小二乘这一段呢是第一段教足积分、哦、接着呢底下一段呢故世尊处世深达悟机是第二段三学次第、哦、再来白易经是第三段香灰灭法，这个都是属于第二大段耶理正波开出来的、哦、接着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呢是属于第三大段的四义节欠。那只是广泛呢呵斥之意，皆是欠勉呢，不要被这个邪知邪见所染污啦。文当中呢分成两个段落，最初是广斥之意，只是呢广泛呵斥的用意，彼及烂大不孝之者，这个彼啊为彼城门，这个彼就说明这个烂大混乱于大乘啊啊不孝之人，就不如人的人啊。城门呢也就是说呢邪言恶见呢 啊邪言恶见，邪知邪见呢所说的偏邪的言语啊，会破坏啊人的信心啊，损伤啊这个道义啊、这个呢就犹如啊这个尘埃啊这一些污垢啊，
污秽的清净的东西啊，本来这东西非常干净啊，因为尘埃污垢啊，就染污了，啊，染污。这些邪知邪见啊，可怕。由下是第二段处理。有恐同染啊，悲火则主理。所谓啊，素食易燃，诸子难分，虽为其子臣，犹未能知还，岂会尽情决意？己事之所难，众意为会，是人之所欲。且祖师之事，其宏尚然，况及一尽，无足怪矣。所谓呢，素丝亦然，素就是白色的，白色的丝呢，易受这个染色，啊，容易啊受这个染色的，你要染什么就成什么色了，哦，这是墨子里面呢，墨子，讲的，墨子啊见到这个染在染丝的，啊，染丝的情况。他就哭泣啊，这么感叹说了，说了：“染衣苍则苍，染衣黄则黄，固然不可不慎也。”说白色的丝啊，在染色的时候啊，要染衣苍，染青的，它就变成青的了；要染衣黄色的，它就变成黄色了。所以啊，在染色的时候，不可不谨慎啊。这个唯识的观念呢，啊？唯识的观念，唯识的道理呀，啊，你六根对六尘，当下就是欣喜，就是欣喜。好，那根对尘升起六识，一动念，无论也是就种子了。所以平常我们的接触啊。哦，平常我的接触很要紧。你每天呢，啊，在法上学习，笨的人也会变成聪明的。要每天呢，啊，攀缘世俗啊，争名逐利啊，虽然聪明也变成笨的了。那个聪明啊，叫世事变聪，没有智慧啊，智慧就钝了。哦。就像大智论当中所讲的，立得到拿去割泥巴，他本来要切东西啊，有很大的作用，拿去割泥巴，割一割就钝了。你的聪明没有用在法上，用在世间法当中呢，做了很多事情很厉害，但是啊，就愚痴的人啊，没有智慧的，所以啊，这个欣喜啊很要紧。每天呢，啊，都要学法、拜佛、念佛、诵经、闻法，哦，这个欧莱也是啊，渐渐转染成净啊，很要紧，嗯，所以啊，我们要观佛功德，深信佛语。我们的主要的根本啊，来自于佛，佛陀所讲的，佛陀所讲的。你要不诵经，你不看菩萨的论，你欧莱耶识你没有真正的正确的种子，嗯，我们单是讲现代人所说的，有时候是个人发挥的对与不对，你也没办法鉴别。你这样学佛很容易啊，走入迷途，嗯，要诵经啊，哦，要诵经，华严经、华华经、圣曼经，你没有诵过，哪知道什么道理？哦，你诵一部经还不错，但是呢，你要深入经藏，智慧才能如海。哦，所以不要说，哦，我读到这个地方就偏执，偏执。你在其他部经你没有读啊，你不晓得世尊的善巧方便啊，是啊，随机说法，
今天的法会啊，什么样的根基？世尊一根基而开示这个道理，角度啊，有时候有所不同啊，哦，你要不了解啊，一下子世尊讲空，一下子讲有，你那么对起来就是毛损，就是毛损啊，一下讲有，一下讲空，什么非空非有，都是你讲的，一下没有空没有有，都是你讲，又讲亦空亦有。他都听不清楚到底是在讲什么，一下子没有，一下子又有，哦，所以啊，薄利凡夫啊，怎么可以希望分别呢？哦，祖师啊都说大智慧的境界啊，大智慧的境界，要深信不疑啊，信受佛语才能够得佛法分呢，啊。自己希望分别啊，在那边呢搅来搅去的哦，徒增苦恼啊。这个素是异人，朱紫难分，朱就是红，红色的，这是正色的；紫色的有红的成分呢，它是尖色，它叫尖色。正色跟尖色难分啊，哦，邪正啊，不容易分别的。虽为其子承呢，犹未能知返呢，啊。虽然呢，为其辗转的来指示承说，犹然呢，还不能够了知啊，返回就是悔改，改过来。这难道不是说呢，禁止忘情而节制我们的私欲，其事之所然？整个世间呢，是不容易办到的。众意为会是人之所欲啊，要重任自己的心意啊，造作呢，这一些呢过会，哦，是一般人之所欲好要的，造恶啊不用人教，哦，不用人教啊他就会了。要修善的话，要人教，教了很久啊还听不懂，啊。我们呢本性当中有善啊有恶啊的种子，哦。但是呢，恶多善少，轮回太久了，轮回太久了。所以讲正确的呢，他一时之间也改不过来啊，改不过来。所以啊，还有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前面有熏习过了，你要抛弃啊，阿赖耶识里面都有种子啦，哦，除非你很用心的，啊，用心的。在法里面呢深入啊，不然呢不容易的，不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个知见呢入我们心呢，如油入面，像油啊入到面里面去，你要把那个油从面里面拿出来，拿去煮啊，还是要切开哦，这不容易出来的哦。所以啊，这个接触啊熏习啊，哦，第一手。第一手很要紧，哦，平常就是第一手啊，没有得到的，哦，那在辗转过来的时候呢，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啊去做改造的。且祖师之事呢，哦，先祖的时候，唐朝，奇风尚然哦，这风气尚且是如此哦。况及已今，何况到了我们现在？这今呢，指知足的时候，北宋啊，哦，北宋的时候啊，北宋到我们现在也过了1000年以上了，1000多年了，哦，所以无足怪疑哦。那一种不正戒的知见呢，就不足以奇怪了，嗯。虽然是这样啊，我们都不要这个奇怪的知见哦。我们要有正知正见，都读诵经典，哦，都读诵经典才好。底下呢，那个洪公说呢，此科大啊，此章大科别录如下，哦，给我们对照前面的。这第九章啊，广次瑜教，广次瑜教。它就是分成这三大科，最初是续以难毁伤，
第二是耶理正破，第三是意结欠。在第二的耶理正破，我们刚刚呢讲的有三段，最初教主积分，第二三学次第，第三是相非灭法。好，那以上呢持幻总义中第九章广次移角境，上来持幻篇中第一门持幻总义境，持幻总义、哦、我们呢虽然呢不容易，但也走过来了、哦、接着呢我们呢要看的是第二门持幻别相、哦、前面呢坐飞机啊，现在已经着陆了、哦、开始慢慢的根据借条来说明，但借条里头呢讲到这个缺缘，缺第一缘、第二缘、第三缘、第四缘、第五缘，这个剖析啊它里面的这个幻象、哦、它是非常细的，所以啊基本上你学习过了在家必然、啊、所有的戒法你要去看、啊、都不是什么问题、哦、那个都是比较浅的比较粗的，细的就是在家必然最细的、哦、最细。好，接着我们看着此以幻呢个别的相状，就是呢每一条界个别来讨论的。此幻别相中分为二章，一性罪，二遮罪。第一章性罪，性罪所以它的体性本来就是恶法，就是、啊、杀盗淫妄，它的体性本来就是恶法，叫性罪。底下呢，以下所类性罪中间不同，经内列表，意是其概，宜如文中为明。说以下所列出性罪幻众幻经不同，有所不同。现在呢，列出简内的表，意先来指示它的梗概，其他的如文当中呢仔细的说明。我们看。这个表里头呢，就杀戒当中，杀人是上罪，杀非人中罪，杀畜生下罪。好，就是杀戒当中的境界，就是人、非人、畜生，但是戒犯有重有轻不同。所以啊，有的人杀了畜生，杀了蟑螂蚂蚁，我要参波罗夷下品的波罗夷罪、哦、这个是从哪里来的罪相、哦、这个杀畜生直接就是下品罪，就是下品罪、哦、杀人就是上品的、嗯、波罗夷、啊、是菩萨戒当中所讲的那个波罗夷，就是重罪的重罪。杀畜生呢是属于轻的轻过罪，在菩萨戒里面就是轻过罪、哦、没有什么波罗夷的下品罪、啊、不是这样、哦、接着盗戒五钱，盗五钱呢上罪，盗钱五钱中罪，一钱下罪。五钱是上罪啊，我们知道了，盗钱五钱是中罪，一钱是下罪、哦、这个我们就加以稍稍分别一下。在五戒相经兼要弘公的补释表解里面呢，道戒当中的分别五钱是犯重、哦、四钱是犯中品，三钱以下是犯下品、啊、下品。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又不一样的呢？哦，这个地方五钱是上罪，减五钱是中罪，一钱下罪是包含一钱而已、哦、那这个我们就说明一下、哦、这个地方就是讲减五钱，就五钱以下到两钱都是属于中品的中品罪，一钱才是下品罪。依我们出家界来说的话，出家界来说的话，这个五钱是幻众啊，幻众，四钱是重的中罪、哦、重的中罪，两钱三钱是中罪，一钱就是下罪。
就下罪。所以贝兰当中呢，偏属他的判定啊，偏属就和出家的和出家的罪相，哦，出家的罪相。所以啊，减五钱中罪就包含的五钱以下，就四钱、三钱、两钱，都包含在里头。我们要把它细分呢，四钱是重的中罪，我们前面有讲吗？那个方便有眼方便、次方便、净方便，净方便罪，哦，是属于重的中罪，重的中罪。哦，那这个地方呢，因为那是方便罪，那等流当中呢，到四钱也可以是属于重的中罪。在结界当中呢，出家众的戒法，等流的四钱跟方便偷五钱没有偷到的那个净方便罪，两个是同等的，两个是同等罪啊，是同等的。哦，所以这样说来，这个减五钱中罪是包含了四钱、三钱、二钱、一钱，就是属于下品的罪。下面的罪，好，那钱数的多少？钱数的多少？以我们现在的袈裟来讲，以袈裟的价值来说，来讨论，1500块台币是五钱。道戒当中，五钱上罪，减五钱中罪，一钱下罪，好。五钱原则上还是分成五段，哦，五段，五段呢就是一钱，一台币啊，1500，一钱就是300，二钱600，三钱900，四钱1200，五钱刚好是1500，哈，哦，啊，人民币来说，1钱70，两钱140，哈，哦。3210，4280，啊，5350，啊，那这个地方讲五钱换上罪，那么一钱是换下罪，超过一钱以上到减五钱的中间换中罪，哦，就是这样判，就这样判的，哈。就超过一钱，就是1.1、1.2，一钱以上到五钱以下，哦，都是属于中罪，它范围比较广。那也就是说呢，超过300块、301块就入了中品，一直到这个1499，人民币来说71块，乃至到349，哦，都是属于中品的。我们就要按照了宏光的表里面所说的，五钱换重是上品的，一钱是下罪，那么减五钱以下到一钱以上的这个范围都是中品，哦，就这样子，哦，但钱数的多寡会关系到业道的不太一样，哦，但是自教都是属于中品罪，哦，一钱是下品罪。再来淫戒当中呢，正道上罪，男二处、女三处是正道，这要换上罪的。非道行淫以外的，哦，非道行淫属于中品罪。那妄语、大妄语戒，大妄讲大妄语上品罪，小妄下罪。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在五戒当中呢，小妄语是属于直接就是中品罪，中品罪在我们在家贝兰里面下品罪，哦，下品罪，两舌、二口、其余病痛都是属于下品，都属于下品，哦，那这个地方的下品跟五戒的中品呢其实是一样的，一样，哦，只是呢这个经里头它的分别，它的罪相的分别，它就是中品的，哦，在戒法戒律当中它是色属，就是下品的，而其实它们的果报是一样的，哦，一样，就我们不要把它弄成一个冲突，哦，这是中品，这边下品，两个合不起来，
其实因为五戒相经是偏在经里面所讲的，这化教这是律里面的，所以它有一点差别没关系，但是呢果报都一样的，都一样。那性戒中分为四节，一杀，二盗，三淫，四妄。第一节杀，杀戒。戒所引今明性种，都以此戒为初，岂会身为业先，故杀业因所故也。言性种者，以性含轻重也，重则人道，轻则非处，曰境分心，故罪皆三昧。这是戒本书要见七第一页说到的，今明性种都以此戒为初。说经典当中说明了这性戒的重罪啊，大多以这杀戒啊摆在最初第一条。那这当中呢，难道不是说明身为业先呢？是身业的造作，是我们呢三业之先，就造业之先，口业、意业都依身体而成就的。又者杀生啊，恼害众生，乖违慈悲心，障碍啊菩萨度化众生的，所以啊摆在第一位。在家的戒法当中呢，属于化教所说设的，所以也是以杀戒在第一位。声闻的戒法，比丘呢出家众的，这比丘呢是以淫戒摆在第一位。声闻的人呢，求现身当中和出离，即于出离三界的，所以啊淫欲是障道的根源，摆在第一位。化教当中呢，这个菩萨以度化众生为先的，所以啊杀特别乖违慈悲心，障碍啊度化众生，故杀业因所故也。所以啊杀业因此而内在所的第一啊第一位的缘故。愿性重者，讲到性重的戒法，以性含轻重也。因为性罪当中包含有轻的罪，有重的罪，重的罪的情形像杀人，人道，你杀人，人呢，人生是修道殊胜的法器啊。佛陀示现在人道成佛，表示这个人生是尊贵的，尊贵的，它是载道的法器，你杀害它，这个业啊特别重，所以重者人道杀人，轻者非处，修道义比较弱，修道义弱，所以啊轻的就杀非人，杀畜生，很难得有一只果会去拜观世音菩萨的，很难得，所以啊那修道义非常薄弱。业境分心呢，业境分心意思是说心没有轻重啊，然而随着境界而分出的差别。什么样的境界我们会起什么念头，影响到心念，影响到心念的。而这戒法是依心念而治的，所以啊结罪啊就不一样了，不一样，所以叫依境而分心，依境而显化我们的念头，由念头而产生呢罪，它的差别，轻重的差别。故罪皆三昧，所以结罪啊阶级就分成了三昧。我们对人要杀人那个心，跟杀非人的心，面对畜生，讲不好听啊，就你就拿一只棒子就可以打死他的，没有很大的力气啊。所以你那个心啊，那种心念不像要杀人哦，你可能被他杀了，那一种心啊就不一样的，心态不同，所以啊那个罪啊就产生了差别，产生差别。底下洪公呢二女说，杀戒所设，人即非处，以下诸文都曰杀人而言，非人畜生可以立止。杀戒啊所说设的包含的人以及非人畜生，
以下的诸文当中，大多呢是就着杀人来讲的，啊，非人跟畜生，这杀非人、杀畜生，可以啊，比例了之，啊，比例了之。好，那么我们呢，时间到，先讲到这个地方，啊，其他的向下文长，故以来日回向。